大家好，相信 Steam 上面的免费体验、免费体 VR 体验也被我攻略的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把目标转向了 Oculus Store 里面的一些免费 VR 体验。那关于要怎么让 Oculus 限定的游戏在 Revive 上面运作，那我们得先搜索一个叫做 Revive 的东西。然后就会引导到这个网站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会有一些各种场合、各种条件下的使用说明。啊，那这我就不一一赘述了。那么我们就开始来试看看吧。我对这兔子蛮有兴趣，我们从这里开始。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吧？我在运作，哦有。看一下。好，我把我的手把拿起来。我没有 Xbox 的手把，所以我用 PS4 的手把连接电脑，然后用一个叫做 DS4 Windows 的东西来模拟成 Xbox 的手把，我确认一下，插钮确定，旋钮取消。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吗？OK，好，看一下是没有，可以吗？Across the gulf of space, minds that are to our minds as ours are to the meekest and most vulnerable beasts that easily perish on Earth. Intellects, vast and cool and unsympathetic, regarded our planet with envious eyes and slowly and surely drew their plans against us. 什么东西？Invasion。那个应该就是侵略者吧？我现在是在那里，我是那只兔子吗？啊，我就是那只兔子啊！所以我要干嘛？我该做什么？我听到左后方有声音，在那里。老鹰吗？老鹰会抓兔子哈、哦。哦，好大的老鹰啊！它会飞过来抓我吗？嗨，总觉得它的帧数怪怪的，好像远处的帧数和近处的帧数不一样。什么声音？东西吗？刚才太空船吗？与其像是在打电动，我觉得比较像是在看互动电影。这肚子好可爱哦，已经很大哦。安康鱼吗？在远处看会觉得是在看动物、看影片，然后近处看才会像是游戏模组。然后是兔子，从近看比较像游戏模组，飘下来。么么，
哦，现在笑得好难听，怎么会？比例好像。被老鹰抓走了。哦，不是啊，打到老鹰了。好嘞，我好像还是不能动啊。他去了，外星人被解决掉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干得好！啥声音？我爬起来了。兔子没发现吗？吓到了！那个眼球好像一直在瞟他们两个。我还是用那个感应球。意外的好笑，所以隐飞群就这样而已啊，侵略者就这样跑掉了，吓死了。我想起来，那个东西叫鬼机球。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at one day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好笑的。Until that day arrives, the meek will be defending it. 白客厅什么别的游戏是吧？哈哈。OK， 以 VR 体验我觉得这样 OK 了啦。啊，这蛮好笑的，感觉像看一出 VR 喜剧。所以这段游戏体验中有一只老鹰被干掉了，对吧？就这样 OK， 那么这个体验就录到这样。好的，那就先结束了，拜拜。